啊，这只牙齿上裹满了菜叶子，牙刷我刷我刷啊，牙刷居然刷不掉，电动牙刷我选我刷。终于刷掉了，亚龙，你看你平常喝这么多饮料，你的牙齿都黄了。大龙，你慢点说，我都听不清了。我们还是听听牙齿怎么说的吧。我的主人爱喝可乐，还爱吃甜食、蛋糕、糖果，关键还不爱刷牙，我好丑啊！大龙，你听见了吗？要记得勤刷牙。记住了。我给你们清洁一下，我刷我刷，我的牙齿终于不疼了，谢谢妹妹宁宁。大龙，记得戒掉甜食。我记住了。妹妹宁宁，快看看我的牙齿，我的脸都肿了，让我来看看怎么回事。我不满意了，我的身上还有洞的。妈呀，乐乐都吃了些什么？今天好热，吃个冰淇淋吧。哦，乐乐，帮爸爸把雪碧拿过来。哦，知道了。反正有这么多雪碧，我喝一点也看不出来吧。我喝。乐乐，快关灯睡觉了，不可以偷吃零食。知道了，妈妈。零食我拿。我就要吃。天哪，吃这么多还不刷牙，不长蛀牙才怪呢。妹妹，我们快帮帮他吧。这只牙齿需要拔掉了，已经全部发黑了，我拔。我自由啦。谢谢妹妹宁宁。乐乐，以后不要吃那么多零食了，还有睡前不要吃东西，即使吃了东西也要记得去刷牙。我记住了。哎呀，也帮帮我吧，我好几天都睡不好觉了。宁宁，你平时老欺负我吗？我才不要帮你。哎呀，算了，宁宁，我们帮帮宁宁吧。你的牙齿有什么症状吗？我感觉我的牙齿在着火，还有好烫啊！好热啊，凉水琥珀。舒服了。你们怎么变成这样的？我的主人夜间喜欢吃辣食食物，早上麻辣烫、中午毛血旺、晚上火锅。我们快要着火了。我来帮助你们。快告诉我的主人，太阳老师还是什么辣的食物，我们就离家出走。不要，我以后会好好保护你们的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不好好爱护牙齿，真的很可怕哦。不要沉迷零食，要经常刷牙。下期再见呀。